佛小人国游记里面的小人国名称就叫做 Lilliput， 那所以后来 Lilliputians 这个名称呢就被用来指小型的意思。那它除了有小型的意思以外，还有一种梦幻的感觉。那因为我这一系列主要的拍摄内容是在袖珍博物馆以及狸猫影城，也就是客家大院里面的一些珍奇微观。在我自己完成之后，它的形式会让我联想到五代十国的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作品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，古人他们虽然没有动画、没有电影、没有录像，他的作品却反映出了这一点，就是他会让同样的角色穿插出现在不同的情节里面。小花园因为它是由两张照片组合而成，我同样是让相同的角色出现穿插在里面，他们或许正在做某种事，或许正在呈现着不同反应，所以会让我产生这样的联想。